民视镜中最强党重磅登场。如果爬上金字塔的顶端，必须和魔鬼交易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彭总真的蛮喜欢知己的。开玩笑吧。我像是在开玩笑。如果得到梦想的一切，必须用灵魂交换。这个地方不是你说来就能来，说走就能走。5月23日周日晚上10点，民视金钟好戏历史游戏，由小丑鱼西施排汗衫冠名赞助。